一午后小学生期末复习有多拼？吃吃快到我的脑子，吃吃快到我的脑子。妈咪，带下了手机，过了期末再来看你们吧。要全新总复习了，准备好开始学习了。古诗和成语都要背一遍哟。村居清高鼎，草长莺飞二月天。蛇无马未羊，申猴有鸡，戌狗亥猪。原子，因为勿乱顿，致污秽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立。失信不立，左传。妈妈给请写。二十四节气歌。复习完语文开始数学，数学就是多刷题，这期的钟表是难点重点，所以多加练习。彤彤，复习完了吗？休息一会儿吧。等一下，我的小马，看在我这么喜欢你们的份上，保佑我考个高分。